频道美综合报道，女星李严谨全年因发生罪殴击乘车司机事件形象大伤，事业跌入谷底，近来转往中国发展。人生曲折的她童年也十分颠簸，日前自曝妈妈曾有四段婚姻，她被家人当成野种。近日又在脸书透露，妈妈本来不想让她出生。李严谨日前表示，父亲在母亲怀她时有了小三，之后又吸毒入狱，在户籍成本上父亲是她的养父，让她在成长过程中被其他亲戚嘲笑是杂种。当她母亲发现父亲有外遇时，还气她拿刀追杀，连续剧般的情节令人有些不舍。目前努力想步入正轨的李严谨日前感叹工作零零散散，但近日他在脸书正能量表示，命中注定我就是要强大的人，我妈当年想把我摔出子宫都摔不走了，现在更不可能，并说自己曾因台南腔被嘲笑，因此天天咬住东西念报纸，坚定地说不苟延残喘，而是活出自我，有梦的你跟我一起努力，哪怕在不同领域每个人都能是英雄。李严谨因醉殴司机陷入低潮，反射自李严谨脸书，李严谨自曝妈妈曾想摔掉他，反射自李严谨脸书，李严谨身世十分离奇，反射自李严谨脸书，少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。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。